荀子呢，我也是准备用连讲来把它讲啊，讲一下啊，因为这个朱子的思想都是很丰富的，而且很深刻的啊，而且呢背景是非常复杂啊。有的时候呢，我们要比如说用一讲的时间把它讲完，那可能往往呢就比较这个挂一漏万了。当然讲连讲也不一定能讲完啊，也是一个简单的，可以说也不过是给大家这做一个导读的形式了啊，也是个导读。但是尽量连讲嘛，总比一讲好像要稍微详细一点啊。那么关于荀子呢，可能我们主要讲一些问题，比如说讲讲荀子的人格精神啊，这个荀子的这个关于礼的思想，荀子的性恶论，荀子的法后王，是吧？主要讲这些东西。那么这些呢，我们就分布在连讲里面。那么今天呢，我们可能先对荀子做一个介绍，然后呢把荀子的这个人格精神呢和先秦其他的诸子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啊，可能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这个内容。关于荀子的生平简历啊，司马迁呢在这个史记里面啊，孟子荀秦列传里面有那么一段比较简单的介绍啊。司马迁很有意思啊，我以前我不知道有没有在讲孟子的时候给大家提到过，司马迁的这个孟子荀秦列传啊，是一篇比较古怪的一篇传记。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传记的名字叫孟子荀秦列传，就是他的传主应该是重点是孟子和荀子。可是在这里面呢，实际上孟子和荀子他用的文字都很少，他反而花了更多的功夫写在其他几个并不重要的人物身上。孟子嘛，也就是那么一小段几十个字，荀子嘛也不多啊。我们这个地方大家可能也拿到了一个资料，上面嘛也就这么几十个字啊，做了一些简单的一些介绍啊。那么我们也就跟着他的介绍啊，我们来做一个阐释啊。他是荀卿，赵人，赵国人，注意这个出身啊，出身地，这个出身地很有意思。我们说老子庄子都是南方人，说是楚国人啊。你比如庄子说他是宋国人，那我们说从文化的一个 大的文化圈来讲，那么老庄道家思想它属于南方文化圈啊。孔子孟子，孔子是鲁国人，孟子是周国人，那都在山东齐鲁文化圈。那么我们从这两个的这前面我们讲的这些里面呢，我们打开可以看得出来，在先秦不同地方的人，他可能就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文化圈里面，这个对他们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你比如说齐鲁的孔孟，那就是儒家；南方的老庄，那就是道家；那像商鞅，商鞅是魏国人嘛，对吧？那么现在再加上荀子，这个赵是中原地区人。那么这个地方，在这个大的文化圈里面，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法家的文化圈。商鞅是法家。那我们说荀子不是法家，是儒家吗？不错，荀子是儒家，但是荀子在他的思想里面有很多法的东西，甚至我们在某一种意义上讲啊，荀子的性恶论他奠定了法家思想的人性论的基础。所以荀子是赵国人，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但是呢，下面我们再还要看一看，他不仅是赵国人，他去了很多地方，连五十始游学于齐。这个连五十呢，有学术界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这是司马迁的笔误，可能是十五，那就十五岁，那么这两个说法呢都有问题。如果是十五岁太小了一点，如果五十岁太老了一点，所以这两个说法学术界有不同的一些看法啊。那我们也这个是我们暂且不管，我们只看他到过什么地方，到了个齐国。那齐我们刚刚讲了，那是儒家的文化圈了。那么他到齐国的时候，这是齐襄王的时候，就齐先王以后的齐襄王。我们知道孟子主要是在齐襄王的时代，那么荀子嘛，到了齐国的时候已经到齐襄王的时代了。但是呢，这个地方有一个小问题，我们要说一下啊，因为孟子啊，据说是活了84岁的，荀子嘛，那个说法就多了，有的话他说他活了97岁。那岁数更大了。那儒家先秦的儒家三个人物啊都是长寿的，孔子73，孟子84，是吧？到了荀子就更厉害了，97。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个孟子和荀子的年龄放到一起做个比较，我们发现有问题了。就是说孟子是84岁，荀子是90多岁，两人年龄生年相差是多少呢？相差30岁。那也就是说，荀子50岁到齐国的时候，
孟子还健在。但问题是，孟子这个时候还在不在齐国？这是一个问题。如果孟子这个时候也在齐国，那么他两个是有可能见过面的。不过现在学术界有一种说法，说孟子大概在70岁左右呢，就离开齐国了，回到自己的老家邹国去了，也有这样的一种说法。但问题是，就我刚才讲的，这个荀子到底是50岁还是15岁来齐国，这又是一个疑问。所以呢，现在孟子和荀子有没有见过面，这个是一个谜，是一个谜。但是我的感觉呢，两个人好像见过面。为什么我有这样的一种疑惑呢？因为荀子啊，我们读他的文章里面啊，荀子对于孟子好像特别特别的讨厌。在他的文章里面，只要讲到有孟子的地方，牵涉到孟子的地方，他的用词都非常刻薄，非常尖刻。包括孟子讲人心善，他讲人心恶，有的时候啊，有些甚至我们都怀疑啊，对吧？这个他讲人心恶，好像也不一定是他自己就一定这么认为的，他好像就是和孟子作对，对吧？你说人心善，我就偏说人心恶。那么在荀子的著作里面，很明显的这样的对于孟子的如此明显的这样的一种偏见，这样的一种极端的一种讨厌和不满，我想他们可能见过面，如果没有见过面，可能不大会有这样的一种激烈的情绪。那么见过面呢，是有一种为什么就可能有这种激烈的情绪呢？因为我们知道孟子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刚愎自用的人物，好辩，特别好辩，咄咄逼人，而且呢辩论的风度也不好，又喜欢骂人。那么荀子作为晚辈，对吧？和这个长辈见面的时候，那也有可能他觉得这个长辈没给他面子，对吧？所以呢，可能导致两者之间会有这样的一种个人情绪上的、情感上的这样的一种反感，这是很有可能的。这当然是我的一种推测啊，是一种推测，没有任何的这个具体的啊这种非常明显的一个材料啊。但是呢，就是我是从荀子文章里面对于孟子的这样的一种很明显的、很极端的反感，我有这样的一种推测。那么不管怎么说，荀子到齐国的时候，他主要的年代在齐襄王的时候。那么荀子去了以后，我们说孟子这个时候也已经老了，很多的一些当代的学者都已经老了，所以嘛，荀子呢最为老师。什么叫最为老师？师呢就是大学者、学问家、思想家。在这个地方的老，不是我们今天讲的老师的老，这个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资格最老、最有资历、最有威望、最受尊重，所以叫最为老师。而荀子到了齐国的时候，还赶上一个好制度还在延续。这就是什么样的好制度呢？就是我们以前讲孟子时候讲过的，从齐宣王的时候开始，齐宣王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招揽全国学者的一个制度，就是所有的学者，不管是哪个国家的学者，只要到我齐国来，到我的稷下学宫里面来做学问，都给一套住房，啊，配上小轿车，啊，然后呢，每个月拿一份俸禄，这个俸禄不低，上大夫的俸禄，那就是国君以下，那就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嘛，那就俸禄最高的了。而且呢，不用上班，叫不治而议论，没有具体的任何的职责，没有啊，就是你没有任何的责任，但是呢，你却有很多的权利。在稷下学宫里面待着，你除了有别墅住、有小轿车开，对吧？每个月去领上大夫的俸禄之外，你不用上班，没有任何的职责。然后你想干什么呢？你要做的就是提提意见，啊，批评批评政治，教训教训这个君王，就是干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说孟子的脾气不好，也是被齐宣王惯出来的。啊，孟子如果活在其他的时代，他的脾气肯定会好的。明代那个朱元璋说，孟子这个老头子如果活在我明朝，对吧？我早把他脑袋砍掉了，对吧？我有时候在想，如果他活在你明朝，他也可能没有那么大的脾气了，对吧？早就变好了，变乖了。那么荀子到了齐国的时候，齐襄王还在沿用以前的齐襄王的这个制度，所以说齐尚修列大夫之缺，就齐国还在执行着以前的这个制度，
凡是学者来了都给他一个上大夫的俸禄，给他们这么一个待遇，给他们这么一个福利。所以荀子在齐国的日子过得很好，而且呢，我可以说荀子在齐国的日子过得比孟子还好。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荀子是最为老实，老一代都已经老了，退休了，年轻一代还没长上来，都是他的学生辈的，所以嘛，他可以说叫一枝独秀，最为老实。结果是什么呢？三为祭酒。什么叫祭酒呢？祭酒是一个，本来他是这样子的啊，古人在一块吃饭。比如说乡饮酒，就是在一大这个乡里的人在一块喝酒，在喝酒之前总是要祭祀一下，啊，就像现在西方人吃饭之前总是要说，对吧？这个感谢上帝，对吧？赐给我们食物，对吧？我们古人也是这样，啊。那么在祭祀的时候，必须有这一个饭桌上年纪最大的、资历最老的人端起酒来祭祀，这就叫祭酒。那么后来就。引申为受人尊敬的人，甚至到最后就什么呢？就把他，啊，这个祭酒这两个字啊，就变成了一个官名了。你比如说陶渊明就做过江州祭酒，就变成官名了。而且这个祭酒的官啊，按照后来的有些人的考证，这个官职还不小。那么荀卿在这个稷下学宫里面做祭酒，那就是相当于什么呢？啊，如果说稷下学宫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社会科学院。那么荀卿就是社会科学院的院长，而且三为祭酒，他就至少做了三届的院长。所以我们说这一点而言啊，他呢可能比孟子在齐国的时候啊，那种感觉更好。可是呢，后来结果嘛也不是很顺利了，齐人或谗荀卿，那有人就进谗言。荀卿在齐国就没待下去了啊，第三任祭就做完了，第四任就没有再连任下去了啊。时间长了，可总会有矛盾，对吧？而且呢，荀子嘛和这个孟子和孔子还可能不大一样啊。荀子呢，可能这个更热衷于啊政治啊，更热衷于政治，所以呢，他这种官场上的纠纷呢可能会更多一点。那么这个齐国人到底是谁？给荀卿进谗言，是因为什么事情给荀卿进谗言，这个我们都不知道了。不管怎么说，反正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他在齐国待不下去了，然后又到了什么地方呢？来侍楚，到了楚国。那么这样我们来看看，荀子是赵国人，然后到了齐国，在齐国待了很长时间，而且齐国我们知道是当时全国的一个学问的中心。最后他又到了楚国，甚至后来在荀子，据说在荀子80岁以后又到了秦国。到秦国是真的，是不是80岁以后去的，这个不一定。那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荀子一生主要待的地方：赵国、齐国、楚国、秦国，这几个地方都是有意义的。你比如说秦国，在荀子到秦国去之前，春秋战国时候的学者们有一个不成文的一个潜规则，叫儒者不入秦，儒家没有到秦国去的，因为秦国没有儒家的氛围，秦国都是搞法术的，商鞅这样的人到秦国去那是很吃香的，孔子不到秦国去，孟子也不会到秦国去，儒者不入秦已经变成一个传统了，但是荀子去了，而且是晚年去的。那么是赵国人，又在齐，又在楚，然后又到秦，所以我们到这个地方，我们就甚至可以给荀子一个结论，就是说这个人是一个阅历非常广的人。他到了这些地方，这些地方恰恰都是正好是战国时候的三大文化圈。赵国和秦国是法家，齐国是儒家，楚国是道家。所以荀子的思想是比较复杂的，我们不能说他是一个纯粹的一个儒家。宋代的理学家讲到孟子的时候说，孟子是啊
是一个非常非常纯的儒家，啊，荀子就不纯了。这个讲的是有道理的。在荀子的著作里面，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里面受道家思想的影响非常明显，受法家思想的我们就不用说了。他的性恩论，我们说这就是法家思想的基础。但是他在讲到治国平天下的时候，讲到修身齐家的时候，他又是儒家思想。因此我们现在嘛，一般的哲学史上有这样的啊，对荀子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荀子是先秦诸子思想的集大成者，是诸子思想的集大成者。就是说在荀子的著作里面，我们可以找到儒家思想，可以找到法家思想，可以找到道家思想，甚至可以找到阴阳家思想，找到纵横家思想。他是一个极大成实的人物。而且我们知道荀子嘛，我刚才讲的寿命又活得很长，年代又比较晚，这都变成他的优势啊。年代比较晚，前面的思想家都已经出现了，各种流派都出来了，所以他有可能做总结性的工作。年纪比较大，他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读书。荀子也有这么一个特点，是吧？他活到90多岁，对吧？如果在今天的话呢，那也一定是国宝，对吧？这个国务院总理也一定会去看望看望他，对吧？然后一定奉他为国学大师，是吧？一定会是这样。那么荀子到了这个楚国以后，又投靠了一个人，这个人是大家应该一定是很熟悉的，尤其是上海人一定很熟悉，就是春申君黄歇。我们上海就在叫申臣呢，啊，之所以叫申臣，就是因为这个春申君，啊，由于这个人的关系，那么春申君就让荀子做了兰陵令。这个兰陵现在在山东啊，一个小地方啊，也就是一个小县令吧。那个时候的县令呢，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一个乡长，啊，也就是荀子嘛，最后做的最大的官嘛，也就是个乡长。问题还在于什么呢？春申君死啊，荀卿废，因为他是靠着春申君的这个后台做的兰陵令，所以春申君死了以后呢，荀子们也就被免职了。免职以后嘛，岁数也大了，他也就在这个地方安家了，最后也死在这个地方，也就葬在兰陵这个地方。这是荀子大概的一生呢，我们说有这么样一个简单的一个经历，我们根据司马迁的这个《孟子荀卿列传》给大家做个简单的介绍。那么讲到这个春申君呢，我们可能还得说一下啊，这是为什么我要把春申君说一下呢？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春申君和荀子有关系，这个要说的；第二呢，春申君和在座的诸位有关系，是吧？因为他是上海的老祖先，是吧？所以呢，我们要可能要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春申君是很有名的战国四公子之一，啊，战国时代有非常著名的所谓的四公子，楚有春申，赵国叫什么？平原，赵有平原，啊，魏国有信陵，齐国有孟尝，齐国的孟尝君，啊，这个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和这个楚国的春申君，那是战国时候的著名的四君，啊，所谓的四君子，他们都是国君的同宗，也就是公子，所以战国四公子。你比如说这个孟尝君，孟尝君那个跟齐国的国君是同一个祖先，啊，春申君嘛，那跟楚王也是同一个祖先，所以叫公子。他们有共同的特点，就是喜欢养士，家里面都养很多士，据说嘛，家家都养门客3000。孟尝君也好，啊，信陵君也好，平原君也好，春申君也好，家里面都有3000食客，这就是所谓的战国的养士之风。问题在于什么呢？在这个四君子啊，这个四公子啊，实际上名声虽然很好，但是呢，未必每人都能够名副其实。你比如说孟尝君，那个宋代的王安石就很看不上他。王安石说：“孟尝君算什么英雄好汉啊？孟尝君只不过是个流氓的总头子，黑社会老大而已。”
他手下的所谓的什么食客，所谓的士，不过是鸡鸣狗盗之徒。你是鸡鸣狗盗之徒的头子，那你不就是黑社会老大吗？你算什么英雄好汉呢？他就很瞧不起他。所以这很多人往往是徒有虚名。春申君怎么样呢？春申君也差不多，他和荀子之间就有这么一个故事。荀子投奔了春申君，春申君重用了他，给他分封一个地方，就是兰陵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多大呢？方圆大概100里左右，方圆100里左右。可是呢，没几天，春申君手下有一个人到春申君面前说荀子的坏话，他说：“我要提醒你呀，商汤当时兴起的时候，他最初也只不过有一个亳这一个小地方。周兴起的时候，周王朝兴起的时候，他最初所拥有的地盘也不过就是一个叫号这个地方。这两个地方当初有多大呢？也不过就是100里左右。可是他们最终都凭借着这100里而拥有了天下。现在你手下的这个荀子，那也是一个天下的贤人，有道德、有学问的人，有才能的人。现在你也给他100里，我觉得这可能对你不是一个吉祥的事情，可能不是一个好事。那也就是说，你给了他这么100里的土地，你怎么能够放心他呢？你怎么能够放心他不像这个商汤，不像这个周武王一样，凭借着这100里，希望发达起来，把你楚国取而代之呢？实际上，类似的这样的一种谗言啊，以前孔子到楚国去的时候，就有人给楚昭王说过，楚昭王就曾经要把700里的土地封给孔子，有人也就这样来劝楚昭王的。那么现在春申君把100里的土地送给荀子，竟然也有人这样跟荀子，跟这个春申君说。春申君一听一想，很有道理，马上就派人到了荀子的封地，跟荀子说免职了。那荀子没办法，又回到了赵国。可是过了不久呢，又有一个人来跟春申君说，也跟他来讲了一番道理，说以前啊，那个很有名的伊尹呢，离开了夏，到了商，结果就是什么呢？夏朝灭亡了，商朝兴旺发达了。管仲离开鲁国，到了齐国，结果是什么样子呢？鲁国就衰落了，齐国就称霸了。所以你要强大的话，那就一定要有贤良的人在身边。贤良的人在哪里，哪一个地方就一定能兴旺发达。现在荀子就是这么一个贤良的人，你怎么把他又退回赵国去了呢？春申君一听，很有道理，马上又再派人去赵国，又请荀子回来。我们看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啊，就是说春申君这个人给我们感觉到是一个没有什么头脑的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前面一个门客说荀子这样的人不能留，留了对你是个威胁，他就把他赶走了。后面一个门客说荀子这样的人一定要在身边，有贤良的人在身边辅助你，你会兴旺发达。他马上又去想派人去把荀子给请回来。毫无主见，毫无头脑。那么荀子当然很生气啊，荀子呢就给这个春申君写了一封信。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用赋这个文体来写作的就是荀子。那么他给这个春申君也写了一篇赋，在这篇赋里面他就讽刺这个春申君，说你这个人啊，漂亮的珍珠你都不知道佩戴在身上，粗麻布的衣服和丝绸的衣服你也区分不了，漂亮的女人你不知道爱，丑的女人你天天跑去向她求婚，是的你看成是错的，吉祥的你把它看成是祸害，
像你这样的人不会有什么好下场。这是战国策上的一段记载，但我觉得呢，这个跟司马迁所记的呢好像不大一致，对吧？司马迁讲的嘛，那就是孔子啊，这个荀子投奔了春申君以后，春申君给他安置在兰陵这个地方，然后一直到春申君死以后，他才被废除的。所以这个有一点不同啊，有一点不同。所以这个呢，我们说只是一个故事，是吧？给大家讲一下嘛，只是大家做一个侧面啊，作为一个辅助的材料，我们了解一下春申君的为人。好，这是我们讲的啊。今天我们先提到这个第一个问题，下面讲第二个问题啊，就是先秦儒家人格理想的一个比较啊。实际上，我们从前面的这些故事里面，我们已经看得出来，荀子是一个非常有依附性的一个人物了，就说他的命运已经依附于某一个关键人物了。在齐国，因为有人进谗言，齐国待不下去了。到楚国，我们看，无论是战国策上所记载的，他被春申君重用，然后又被春申君给辞退，然后春申君又再把他弄回来，还是最后春申君死了以后，在兰陵令当不下去被废除，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知识分子的命运到了荀子的时代，已经是依附于某一两个关键的人物了。知识分子的这个独立性已经逐渐的丧失了。我们以前讲孟子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一个问题，就是说孟子在齐国，他是做卿而不做官，做官你都必须听人家的话，你都要上班，你都每天早晨你要去报道。那么做卿呢，我只有这个待遇，我有这个身份，我没有具体的职责。所以孟子曾经描述过他自己的这样的一种身份，他说我这个叫来去绰绰有余地。我们现在还有一个绰绰有余这个词，就从这来的，就说因为我不是你的官，所以我不听你的，我想来就来了，我想走就走了。这样的时代，知识分子是独立的，是自由的，他的命运和一个具体的人没有关系的。但是荀子有关系了，知识分子一旦依附性强了，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也就不能叫知识分子了。体制以内的学者、专家、教授，几乎都不能叫做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像孟子这样，应该像孔子这样，他有他的独立性的。所以我今天为什么特别要讲一讲先秦儒家的人格理想做个比较，就专门比较这三个人：孔子、孟子和荀子。我们来简单看一看，孔子是什么样的身份。孔子首先，我们说，我们以前讲孔子都讲到，他是商朝的王族，到了周朝以后，他变成宋国的诸侯，从王族到诸侯，然后嘛，这一代一代传下来，传到最后，变成宋国的卿大夫，最后变成鲁国的士，后来孔子凭自身的努力，又做了鲁国的大夫，是儒学的创立者，儒学的一个传播者。如果从人格的精神上来讲，孔子的人格我们可以给他做一个描述，那叫什么呢？我叫君子人格，但是我下面加了个括号，贵族式的。如果我们要了解什么样的是叫真正的贵族，什么叫贵族式的修养，什么是贵族式的风范，你看孔子、孟子都不算，孟子太咄咄逼人了，对吧？动不动就骂人，不够，对吧？不够文明，这不大像贵族。真正的贵族就是孔子这样的，你看他的风度和修养。贵族有贵族的修养，孔子的修养是什么？六艺啊，礼、乐、射、御、书、数，这是贵族式的修养和教育，他都跟一个人的基本的素养有关，这就是孔子的修养。那么孔子的个性是什么样子呢？也是五个字，温良恭俭让。什么叫贵族？就这五个字。你看一个人像不像贵族，你看他有没有这五个字，温良恭俭让。这是孔子的弟子对孔子的这个为人风格的一个概括，这子贡概括出来的啊。子贡有一天和他的师兄弟们在一块聊天，有一个叫子禽的人，叫陈亢，就问这个子贡，
说师兄啊，我们的老师为什么他到任何一个地方，别人都那么尊重他，别人都愿意敞开心扉跟他交谈，都愿意把各个国家的政治风俗民情告诉他，为什么？子贡说，我们的老师有五个字啊，温良恭俭让，温和、善良、恭敬、节制、谦让，这是贵族式的一种修养。所以我们说孔子是君子，他这种人格也是一种君子的人格，但是这种君子呢，我们是后面要加一个说明，贵族式的。孔子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人，他的理想就是大同世界，他所提倡的就是仁者爱人，他对自己很讲究节制，所以要克己服礼。他对他的弟子子夏说，汝为君子汝，吾为小人汝，你要做君子，不要做小人。说到这个地方，我们要说一下啊，孔子的君子相当于大人，所以和小人对立啊，就是大人，也就是成人。我们现在讲的成人，一个人到十八岁成人了，是吧？但是在《论语》里面讲到成人这个词的时候啊，它不光是指你生理上成熟成人，它是指你一个人的人格修养的完成，道德修养的完善，叫成人。这是孔子的人格。这种人格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论语》里面孔子最为反感的就是小人，他特别怕一个人变成小人。而这个小不是说我们讲的，哎，我们现在理解的小人就是坏人，小人不仅仅是坏人啊。在《论语》里面小人有这么几层含义啊，我们以前不知道有没有讲过，对吧？我们现在可以复述一下，然后我们来可以跟下面的荀子做个比较。在《论语》里面小人有这么几个含义，首先我们说是身份啊，那么出生于贵族的叫君子吗？那出生于庶民的那就叫小人，那应该有这层含义的，但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引申出来的意思。由这个身份而引申出来的小人的含义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坏人，这就我们大家都理解的，我们说哎呀，这个人是个小人，那就一定是个坏蛋，要离他远一点，不然他要害人的，我们一旦认为这是小人，这是大家都能知道的。但是《论语》中的小人还不光是这个意思，还有什么意思呢？志向小的，境界小的，眼界小的，没有什么志向的，混混噩噩的，甘于平庸的，这样的人也叫小人。所以孔子有一个学生叫樊迟，对吧？跑去问老师，问了两个很傻的问题，老师啊，怎么样种庄稼？孔子一听就生气，我不如老农民，你问他去吧。樊迟说，那老师怎么样种菜？孔子说，我也不如老菜农，你就问老菜农去吧。樊迟一走，孔子就骂人了，小人在樊须也。这小人是什么意思啊？难道是坏人吗？难道想学种庄稼种菜就是坏人吗？显然不是。是什么？在孔子看来，志向小，境界小，眼光低。所以《论语》中的小人还有这层含义。那么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含义呢？趣味不高，趣味不高，有低级趣味，那也叫小人。还有什么呢？小男人、小女人，是吧？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都特别喜欢小男人，是吧？也比较喜欢小女人，对吧？但孔子肯定不喜欢，对吧？他觉得一个人应该成为一个君子，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人，对吧？就是应该有那样的一种特别的气度，有一种很宽广的胸襟。小男人、小女人，那孔子绝对看不上的。所以孔子的小人包括这么多，整个《论语》他就在告诫他的弟子们，千万不要做小人，你们都要做君子。不是说你们都要做好人，而是说你们要做什么呢？要做有志向的人，要做有境界的人，要做有眼光的人，要做趣味高的人，要做大男人，
要做大女人。所以我们有没有发现，孔子的弟子里面甚至有坏人，但是真的是没有小男人。我真的是觉得坏人都比小男人好，所以我宁愿喜欢金庸小说下小说里面那些坏人，我也不会喜欢琼瑶小说那里面的小男人。那小男人让人恶心，对吧？你们有没有觉得琼瑶小说中那些男主人公都往往让人恶心呢？真的很恶心，对吧？但是那个你看那个金庸小说中那些坏男人，对吧？那坏男人也坏得有风骨，大人有风骨，有个性，有人格，有精神，这就是孔子的人格理想。我们再看看孟子的，那孟子的这个人格理想就更加突出了。孟子的身份是鲁国的贵族，他最初的鲁国贵族就是孟孙氏，然后嘛是周国的士，然后他自封为王翟师，看他多狂。所以我们说孟子不能算是一个有贵族风范的人，因为他太狂妄了。贵族一定是温文尔雅的。你看孔子吧，孔子一见到国君他非常谦虚，但是你要知道这种谦虚不是儒颜媚骨啊，这是一种贵族式的修养。但是孟子没有这样的修养，孟子自己就明确地讲到了，睡大人则渺之，勿视其微微然。我在游说那些地位比我高的人的时候啊，我总是用藐视的眼光看着他，他们算老几啊？我凭什么尊敬他呀？齐宣王想见我，他想见我他来就对了，凭什么让我去见他呢？我是他老师，他应该尊重我。他在齐国，他自己给他自己鉴定的和齐宣王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不是上下级关系啊。齐宣王对他那么好，对吧？给他别墅住，给他小轿车开，对吧？给他那么高的俸禄，他没有一点儒颜媚骨的。为什么？我是你老师，我能够在这个地方我教导你，那是你的荣幸。哪一天我不高兴了，我还懒得教你。这就是孟子对齐宣王的态度。问题是齐宣王还竟然认了，就是这样。孟子要真的要走了，天天骂他。有一天孟子说，我以后懒得骂你了，我走了，要离开齐国了。齐宣王搞得很失落，派很多人来挽留他。孟先生你千万别走，你还是继续骂吧，是吧？所以这么说，在中国历史上，对吧，学者和君王的关系的一对典范就是孟子和齐宣王，最了不起最让人敬佩的两个人。他是自称王翟师，那么他的人格理想是什么？大丈夫人格，他讲究浩然之气。大丈夫就不是君子了，当然孟子他也讲做人要做君子，但是孟子讲的这个君子呢，和孔子讲的君子是不一样的。孔子讲的君子是温良恭俭让的，孟子讲的这个君子是什么？道义在我这一边，我理直所以我气壮，你理不直所以你要气馁。他就是这种态度，所以他就讲大丈夫，他讲我有浩然之气。你看他讲的这样的话，对吧？居天下之广君，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这话讲的是都特别的有一种浩然之气啊。所以我们说孟子讲他有浩然之气真的是一点都不假。居立行，天地真的是像孟子所讲那样的，万物兼备于我啊。大丈夫就是宇宙人生全在自己的胸中啊。这也就是庄子所讲的天地与我并生啊，万物与我为一啊。所以孔子和这个孟子和庄子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同一个时代的人，他们有的时候那种时代的一种精神在他们的作品中有共同的体现。庄子讲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徐啊，孟子讲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意思是一样的，就是天地正气尽在我胸中，我就是天地，天地就是我。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你读一读那种节奏感。前面三个排比句，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下面接着节奏猛然一变，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节奏有变化，再接着又是三个排比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最后又是一句总的收束。你看这个三个啊，三个排比句是一个啊，是一个节奏，接着的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与啊独行其道，和上面形成一个节奏上的一个震荡，然后再来一个排比句，最后此之谓大丈夫，一个总的收束。这叫文章，这就是音乐。所以古人讲文以气为主啊，有正气你就能写出这样的好文章。那我们从中就感觉到这样的一种人格的精神。曾经有一个叫王子殿的人曾经问孟子啊，王子殿问曰，是何事啊？是吗？就是孔子啊，像孟子孔子这样的一些读书人了。读书人以什么作为他们的事业？读书人拿什么东西作为他终身的追求的事业？孟子讲两个字，上智。那王子殿不明白了，说何为上智啊？什么叫上智啊？孟子上智也就两个字，仁义而已，也就是仁义。杀一无罪，非人也。杀一个不罪啊，一个无辜的人，那就不仁了。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不该你有的，你拿了，那就叫不义。这个实际上就是很明显的是继承孔子的思想的。因为孔子一再讲见得思义，看见了你要得到那个东西，你首先不是说我马上先拿到手里再说，先想一想我该不该拿。居无在人世也，路无在义事也。住在什么地方？住在人之中。走在什么地方呢？走在义上。所以叫居人由义。何为居人由义呢？心里面装着人，做事情遵照义，内心里面充满仁慈，做事情的时候按照义的规则。大人之事备矣，注意大人这个词出来了，这就是大人。所以我们说，我们常常讲，我们要给学生出一个啊，找一个反义词。小人的反义词是什么啊？学生说君子一点都不错，是吧？但是如果从字义上讲，那小人的反义词，那很显然就是什么大人。大人就是君子，君子就是大人。当你使自己变大起来的时候，你就是君子了；当你自己越来越小的时候，你就是小人了。所以孟子讲，养其大者为大人，养其小者为小人。什么叫养其小者呢？整天想着吃喝玩乐，生理上的享受叫养其小者。什么叫养其大者呢？心灵，养你的心灵。在孟子看来，人身上里面有小的有大的，肉体的啊，口腹之欲是小，心灵的是大。有的人一辈子追求养心，就变成大人了；有的人一辈子追求口腹之欲，追求生理欲望的满足，叫养小，那就变成小人了。孟子不光讲大人，孟子还有一个词叫豪杰之士。还有这么一段话，待文王后信者藩民也，若负豪杰之士，虽无文王有信。如果一定要等到有文王出来我们才能够兴旺发达的，那都是平庸之人呐。如果真正是豪杰之士，为什么还要等周文王出来呢？
我们自己就可以救自己，自己就可以让自己大起来。这个思想如果我们拔高一下啊，那就叫什么啊，从来也不要靠神仙皇帝，对吧，就要靠自己，就是这样的一种精神。这样的话只是孟子能说得出来啊，真的是孟子才能说得出来。所以孟子有时候是特别的有激情啊，特别能感染人啊。你真的从孟子这样，你真能感觉到一个人可以如此高贵。我们在生活中看惯了，看太多太多的那么多下贱的人，我们几乎对人性都要失去信心了。一读孟子，原来发现人可以如此高贵，我们对人性又有信心了。实际上孟子就是要证明人性是高贵的，所以他说人性是善的。那么孟子讲大人，讲豪杰，我们说讲大丈夫，孟子的人格就是一种大丈夫人格。那么到荀子又是什么样的一种人格了呢？荀子的身份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学者，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老师。但我这样讲了有一点侮辱了荀子，因为我们今天的学者和老师跟荀子比又差的不知多少了，对吧？但是荀子不管怎么说，他已经和孔孟相比，在人格精神上确实有很大的很大的差距了。所以我对荀子，我们有个标题，帝王的幕僚。为什么用这个题目？而孟子我们把它称之，他不是帝王的幕僚，是帝王的什么？是帝王的老师。老师是教训帝王的，幕僚呢，那只不过是辅助帝王的，而且帝王如果不喜欢他，他还怎么样，他命运一定很悲惨的，是一个依附性的人格了。所以我对荀子的人格是做这样的概括，也是君子人格。首先我要搞清他不是小人人格啊，这一点还不一样，他还是君子。但是呢，我下面加了个括号，职业式的啊，相当于职业经理人啊。到了荀子以后啊，他确实变成了职业的儒家。孔子啊，这个荀子教育学生的时候，更多的也就是为各个诸侯国培养行政管理人才了，大概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行政管理专业吧。他找这个目标来培养人了，所以呢，我们说他是职业式的。他的这种人格有几个特点：忠、顺、勤、谨。讲到这个忠，特别丧气。孔子也讲忠，孟子也讲忠，但是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孔孟的忠更多的是我们今天讲的忠于职守的意思，尽心尽责的意思，或者是同辈分之间讲话算数啊。所以你看《论语》上有一段话嘛，对吧，就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其中就有一条，为人谋而不忠乎？帮别人谋划有没有尽责？所以孔子孟子讲忠，他的意思和我们今天讲的忠是不一样的。孔孟讲的忠就是说，你把你的工作做好叫忠，你对朋友很诚恳很真诚叫忠。尤其是孟子，你如果跟孟子说，孟先生啊，我们对国君应该不应该忠诚了，那孟子肯定会非常非常的瞧不起你，他肯定会想着，凭什么我要对他忠诚呢？道在我这个地方，应该要求君主忠于我的道，凭啥让我去忠于他的权势呢？但是到了荀子那个地方完全不一样了。在荀子的这个著作里面，他所讲的忠内涵固然还有忠于职守，还有朋友之忠这样的意思，但是他更多的就是指臣下臣民对于国君的这样的忠了。
这忠的这一个字，还是那个字，其中所包含的内涵，到荀子这个地方彻底的改变了，因为这里面最主要的内涵比例完全变了，就变成了忠，就变成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臣民对于国君的忠了。而这一点，就凭这一点，我们就说从人格精神上来讲，荀子是无法和孔孟相比的。下面还有一个更糟糕的舜，这个我们下面我们都要提到，我先简单的提一下，还要顺从。你说你拿这个词来跟孟子讲，那孟子肯定是对吧，觉得你是一个你是个怪物。孟子特别讨厌顺这个词，孟子讲大丈夫的时候他怎么讲出来的呢，就是因为有一个人说，他说这个张翼公孙衍啊，这两个人真是大丈夫啊，他们一旦发怒了，天下都为之震动，他们一旦安定下来了，天下也就安定了。哎呦，这两个人很厉害。可是在孟子看来，这两个人算什么东西啊，他们不顾就是因为顺从了国君，然后利用国君的这个军队，利用国君的这个力量来威吓天下而已。所以孟子下面接着讲到了，以顺为政者，切腹之道也。把顺从看作是人的一种品行，这是什么道呢？切腹之道，是小老婆之道，连正妻都算不上。所以你要给他讲顺，你说孟先生我们要不要顺呢，孟子肯定会问你，你是小老婆出身的，他肯定会这样问你。但是荀子就喋喋不休，大言不惭，毫不羞愧，教导我们一定要顺。所以我们说荀子有时候特别讨厌孟子，对吧？哎，但是我们从今天来看，从人格精神上讲，孟子境界一定比他高，一定是比他高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够说，就是孟子啊，这个荀子一再讲人应该顺，应该顺，就有可能他也是针对孟子而言的，这个家伙从来不知道顺，对吧？他怎么老是跟这个七霄对着干，对吧？很有可能是这样子的。然后勤奋，那既然做幕僚你一定要勤奋的，啊，主人晚上睡觉你不能睡觉，你一定要在地图后面慢慢的看，对吧？要谋划啊，还要谨慎。那么我下面呢做了几些总结性的特征之一啊，特征之一啊，民与君臣之分别贵贱，把君臣分得很清楚。这个分得很清楚是什么意思？君的就是君的，臣有臣的职责，你一定要记住你的身份，贵的就是贵的，贱的就是贱的，两人在一块一比，如果他地位比你高，你一定要听他的，如果你地位比他低，你一定不能冒犯他。君臣也好，贵贱也好，这已经变成什么了呢？变成社会体制中的等级了，你明白这个意思吧？对吧？我们说孔子也讲畏大人，畏天命等等，孟子也有敬畏，但是他敬畏的是什么？敬畏的是道。而荀子所敬畏的就是体制里面的地位，这一点我可以讲，就是我们中国民族性里面我觉得是最糟糕最糟糕的东西。直到今天我觉得我们社会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都是这样，我们不管你这个人对社会做出多大的贡献，我们也不管你这个人到底有多大的才干，我们就管你在这个体制里面有什么样的位置。你是科长吗？他是副处长，哎，那他就比你厉害。可是上面又突然来了个处长，你马上又泄气了，那处长太头扬的老高，对吧？如果猛然看到一个副厅长，他又不行了。对于体制的这样的一种奴性，我讲是中华民族的劣根性，而且这个劣根性在我们今天不但没有削弱，而且不断的被强化。
不断的被强化。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解决权力社会的问题。什么时候中国不再是权力社会了，我们中国就有希望了。荀子可以在这个也是在这么一个文化的一个过渡的关键点上，他这一点我觉得做得不好的。你看他下面讲的，何为贤呢？明君臣。什么叫贤？贤就是你要明明白白把君臣的职责地位分得很清楚。你一定一说白了就是什么？就是让我们每个人都认识到你自己是在什么一个位置上。我们下一讲讲到荀子，我们要讲到荀子的礼。那他的礼就是在这么一个定义上来定，来重新赋予礼的意义的。你要明白你的地位，你今天一个饭桌的人吃饭，你一定要搞清楚哪几个人是，假如你是科长，那么你一定要搞清楚哪几个是科长之上的，是副处长以上，然后你一定要主动站出来给他们敬酒。那既然假如下面还有几个副科长或者是只是科员，那你就在坐着，你等着他们给你敬酒就对了。这就是中国，这也就是荀子告诉我们的，做人的君子就应该这样。他把这个称之为贤。所以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讲你要本分，什么得体，科长站出来给副处长敬酒了就叫得体，如果你半天还没有敬酒了就不得体。所以叫明君臣，这个明就明明白白的区分清楚，然后了解你自己该干什么，该持什么态度。上能尊君，下爱民，对上尊君，对下爱民。注意了，他自己在什么位置？士就在这个位置，在中间，上面侍奉君主，下面呢牧民。所以荀子是明确的把自己的士定义为什么？定义为君主之下的官僚体制里面的一个什么呢？一个官僚，一个行政管理人才，辨治上下。辨就是区分，治就是对待，上下关系搞得很清楚，区分得很清楚，然后用不同的方法来对待，贵贱有等，有级别的，一级一级有级别的，然后君臣的职分也是很清楚的，反反复复的告诫我们这个东西。我们说我们不比较不知道，对吧？你一比较，跟孟子一比较你就知道了。在孟子的观念里面，士在君上。孟子也不是不承认我是臣，孟子说我也是臣，你是君我是臣，那不错的。但是大有为之君，有不招之臣，你想有所作为的话，那就一定有你不能够召见的臣，你一定如果有问题，你应该主动去请教他。先师之然后臣之，你先把他当老师，这个不是时间的顺序啊！我先把你当老师，让你高兴两天，突然把你变成臣下了，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在逻辑上，我先是你的老师，然后才是你的臣子，不是说我今天当你老师，过了几天以后，对吧？弄着弄着，我怎么混着混着变成臣子了？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时间的前后，是什么前后啊？逻辑的前后。就是你一个国君对待一个士，对待一个知识分子，首先他是老师，然后才是臣子。这是孟子的观点，那荀子不是这样了吧？他一定要让你搞清楚，他就是君，你就是臣，明明白白，千万别搞糊涂了，啊！这个话好像也是对着孟子讲的。你看那个孟子，他就不懂，所以你对荀子很有意思。你觉得他好像什么事都是跟孟子对着干，但问题是他犯了一个，这是对荀子来说是一个太大太大的悲剧。为什么呢？因为孟子第一太伟大，第二孟子确实，大多数时候孟子都是对的。你如果要一定要和一个特别伟大的人对着干，那你下场一定很惨，对吧？如果你一定要和一个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是正确的人唱反调，那你也一定是很悲惨的。
这是特征第一，看再看特征第二，守本分尽职责。我刚才讲本分职责，荀子一再告诫我们了，是吧？你是臣下，你就记住你的本分。臣下职莫由实，务本节用财无极，事业听上莫得相识以名利。臣下职莫由实，什么叫由实呢？由实就是游说诸侯。为什么不要由实呢？因为你要忠啊，你要忠于他，你怎么能乱跑呢？乱跑不就是不忠了吗？所以后来讲的什么一女不侍二夫，对吧？一臣不侍二君，那荀子就早讲到了，不要由实。可是我们知道战国时候那些知识分子由实很正常的，朝秦暮楚，今天在这儿，明天倒了，就是我刚才讲的天子方讲那样的，对吧？你魏国如果让跟我在那待着，如果舒服我就待下去了，如果不舒服我马上到楚国去，我马上到秦国去，我扔掉你魏国，我就像脱掉一只破鞋子一样，天天游食啊。可是荀子反对游食，那也就是说，假如有人重用你，一次性就雇用了，你要永远忠于他了，不要游食。然后要事业听上，你做什么事情要听他的指挥了。孔子怎么讲的？事和事啊，事的事就是上智，就是提升自己的修养，就是追求道义。那孔子讲的啊，人一生就应该什么？人一生应该追求仁义，颠沛必于世，造次必于世，朝闻道，夕死可矣。这都是孔子的话。可是到了荀子以后呢，事业听上，你的工作要听上面的安排，你的理想和志向，你的未来要让他来帮你设计，是这样的。我们今天不都是这样被设计好的吗？事业听上。所以我们从荀子的作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我们中国的现实。你再看下面，守其职助一时，守住你的这一份职责，把你的这份本分工作做好，按月你的工资就来了，奖金也不少，就这意思啊。你有什么意思啊？所以孟子荀子的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把它来做公务员培训教材。这是很没有出息的，对吧？不像一个大思想家，一个追求道义的一个知识分子讲的话。所以我刚才讲的，他就是个培训师，他培养出一大帮学生，你们都一个一个去找工作去。厚薄有等，民绝服。厚薄有等，有差别的。根据你不同的身份，你在这个社会上您拿不同的待遇。爵是爵位，福是什么？福就是福利。下面还有个立为养上，这句话讲的尤其没有出息，简直是个奴隶讲的话。就是说啊，这个还比我们今天还糟糕，对吧？我们今天好像你还可以去做自己，对吧？在八小时之外，你还可以再额外去挣一点，对吧？他呢，立为养上，就说你别的地方你不能去挣的，你只能够在单位里面挣。对吧？你单位里面，比如说你可以多干一份活，对吧？比如说当老师，你可以多上两门课，对吧？多上一节课，多加5块钱，啊，你就天天挣这个事去吧。啊，你到外头搞一次讲座，那不可以，对吧？你所有的福利待遇，你所有的经济来源，唯只有一个，仰仗你的上级给你。我不知道，我记不得了，我以前在讲这个商鞅的时候有没有专门提到过，商鞅想建立的一个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呢？就是要把社会上的所有的横向的联系全部斩断，然后都是垂直的联系。他要建立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呢？透明社会和垂直社会，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被上面的管着，而我们人与人之间是没有互相之间的联系的。
垂直社会好管，这就是专制社会。商鞅在秦国就要建立这样的垂直社会，然后人与人之间的后向的这些联系，他觉得这都是不利的。你们后向之间老是有联系，你们在一块嘀嘀咕咕的，是不是说领导坏话？不可以。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在座诸位知道不知道，对吧？中国古代的很多朝代的大臣们私下里面不准来往，明清时候的很多大臣私下里不准来往，横向的联系没有，只有上下的，利为养上，也就是经济上只有横纵向的，没有竖向的。莫得善与孰私得，莫得就是不要你擅自给别人，也不要擅自到别的地方去取得什么好处，你所有的经济来源都必须靠上级发给你的，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时代的，对吧？典型的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说，对吧？我刚才讲读荀子，对吧？你老觉得这不是荀，是吧？这好像是我们中国的现，就是现实，对吧？中国的现行的这个社会教科书。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说荀子首先自己把自己的身份弄好了，我就是丞相，然后要忠于职守，一切听命于上，绝不自己在外面乱爬分，老老实实听领导安排，这是第二个特征。还有第三个特征，你看到这下面这一段话里面每一个字的第一个字都是主啊。什么叫主啊？你可以翻译成君主，你也可以翻译成主子。那君主定立的就是臣下，主子定立的就是奴才。主尊贵之，则恭敬而尊。主子如果要很看重你，给你很高的地位，你就应该怎么样？很恭敬，很自觉。这个尊呢，本来是很节省的意思，很节俭、很节省的意思。那这个地方就是也是很谦虚的意思。假如你的主子很尊重你，抬举你，那么你就一定要很恭敬，而且呢要很谦虚，要懂事，不要张狂。主信爱之，则谨慎而谦。如果你的主子信任你、宠爱你，那么你呢就更要谨慎，要谦虚。假如你的主子专任你、专就是专宠啊，任就是信任呐、啊。你的主子手下，比如说有五个部下，他就专门信任你，就不信任别人。那你到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你可千万不要张狂，你要怎么样？居首而降，你就一定要拘谨，还要怎么样呢？做的要周详一点。不过我们说这个话，虽然人格精神不高，对吧？但是假如你把这些东西都搞清楚了，你回到家里面做官，对吧？或者做一个职员，可能确实也是很好的一个教科书啊，对吧？如果你们的科长，对吧，很信任你，对吧？五个科员就最信任你，那你真的应该是这个样子，对吧？要反而不但不能够张狂，哎，现在他很相信我，我就狂得不得了，哎，不行，你应该呢拘谨一点，然后呢对其他的几个人怎么样？哎，恰恰还要做得周详一点。不能太疏忽了他们，那这也是一个智慧，对吧？但是你不觉得这个智慧很没有出息吗？从人格上讲不高啊，对吧？主安静之，则慎笔而不邪。什么叫安静呢？就是亲近你，主子如果亲任你、亲近你，那么你就应该慎笔。慎就是很谨慎了，笔就是很顺从啊，你就要很谨慎、很顺从，而且千万不要邪妄。好了，这前面的四句话都是主子对你好的时候，那主子对你不好怎么办呢？不好的时候是不是你也可以就给他翻脸了呢？是吧？那不好，在荀子看来，对你好的时候你就对他好，如果一旦对你不好你就翻脸，那个小人，对吧？我们一般人也是这样讲的，你看我前面对他好他就挺好的，一年对他不好他就翻脸了，典型的小人，对吧？如果在孟子看来，这未必是小人，对吧？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凭啥对你好？
所以这东西又很难说谁对谁错了，对吧？我们再看下面荀子怎么讲的。诸审错之，则恐惧而不怨。哎呀，比如说这个主子原来让你负责某一方面的工作，后来你做的不大好，主子怎么样把这一个工作不安排你做了，让别人做了，这叫审错之。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呢？恐惧，你应该想一想，哟，这我肯定哪地方做错了，而且还要怎么样？不怨，千万不要发牢骚。贵而不为夸，信而不出邪。尊贵的时候不夸耀，受信任的时候不要让别人猜忌，任重而不敢专，责任重大的时候，给你很重要的职务的时候，你不要独断专行。财力智则善而不急也。这句话不大好理解啊，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假如你看到有好处来了，年终的时候给你发奖金，一下子给你发了50000块钱，是吧？你首先不要欣喜若狂，你首先应该反省，反躬自问，哎呀，按我的品德，按我的贡献，好像不够啊，好像不该拿这么多啊，首先反思一下。然后呢，必将尽辞让之意，然后受。哎，先来怎么样，你要把这个辞让的这个态度啊，这个做派都做够了，然后再接受。你看这句话讲得太虚伪了，对吧？尽辞让之意，那就辞让就罢了呗，他后面还要然后受。荀子是有点不可爱吧，荀子特别世故啊，孟子特别天真啊，荀子是典型的世故老人啊。服侍智则和而敏，护侍智则敬而敏。服侍来了怎么样，态度谦和的去处理，如果碰到一个灾祸之事怎么样呢，要冷静的去处理。如果你富了，要广泛的施舍，富则施广；如果你穷了，贫则有节，要注意节俭。你这样的人一定要有这样的修养，可贵可贱，可富可贫。也就是说，你的主子让你贵也可以，让你贱你也没意见，让你富你也不张狂，让你穷来你也没有怨言。可杀而不可使为奸也，即使把你杀了你也不会做坏事。说白了，他即使把你杀了，也就是说你也不去反对他。然后荀子有个总结，这上面的一番话是什么样的锦囊妙计呢？是驰骋楚魏，终身不厌之属也。就是你保持别人永远宠爱你，保住你自己现有的这个位子，然后你终身都不让别人讨厌你，你一直都很顺当的，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方法。所以孔孟一再讲，人关键是要成人，不在乎成功。但是荀子讲，那人一定要成功，成功有的时候就不得不下贱啊。所以这番话，对吧？你看你去怎么理解了？你把它当作你人生的锦囊妙计，那肯定没问题。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当你用这种方法，你最终肯定取得成功以后，你的人格也就，对吧？不是没有了，对吧？也不至于完全没有了，因为荀子也不至于那么下流，对吧？那还有比这更下流的呢，对吧？那至少这个人格要打一点折扣了。这是第三个特征，再看第四个特征，顺从听话。事人而不顺者不急者也，急而不顺者不进者也，进而不顺者不忠者也，忠而不顺者无功者也，有功而不顺者无德者也。我把这话我都不解释，一口气读下来了，因为荀子写文章嘛，有的时候也能写得像孟子那样一口气写一大堆啊，都是一个顺字。你看顺字多重要，天下大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啊，对吧？让荀子来说，改一个字就可以了。
把天下大事改成天下权势。顺治者昌，逆治者亡。他要求的人就是顺。我们刚才讲到了孟子最讨厌的一个字就是顺。孟子觉得一个大丈夫怎么能够顺着别人呢？大丈夫有大丈夫的心智，大丈夫有大丈夫的风骨，怎么老顺着别人？荀子你看就要讲顺。侍奉君主而不顺从他，不急者也。这个不急者，急就是敏捷，那不是一个很敏捷的人。敏捷而不顺者也，不进者也，是一个敏捷，可是你不顺从君主，那是一个不恭敬的人，对君主不恭敬的人。对君主很恭敬而又不顺从他的，那是不忠的人。看忠这个词出来了吧，是不忠的人。忠而不顺者，你忠于他，可是你还是不顺从他，无功者也。你虽然很忠于他，可是不顺从他，但是你也不会做成事。这个倒讲的有一点道理，对吧？有功而不顺者，无德者也。你立了很大的功劳，可是你不顺从君主，那是没有德行。那用荀子的话反过来讲，就是说你做了很大的功劳，同时你又表现得很谦恭，很顺从，那是最大的德行。那最大的德行是什么呢？那就是说你既能够做大事，同时你又是一个奴才，那就是大德。然后荀子还有结论的，无德之为道也。没有德的人呢，他的行为伤及惰功灭苦，他是不敏捷的，他是不能够建立功业的，他的很多的勤劳苦功都会被埋没的。所以君子不为。那君子所为的是什么呢？君子所为的就是顺从，就是顺从。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说你要读先秦诸子，对吧？你从这个老子啊，这个对吧，一直读下来，一直读到孟子，然后你读到荀子以后啊，你感觉到有特别特别大的一个心理落差，怎么一下子口气全变了呢？那以前怎么都说的那么理直气壮，读了以后都让我们热血沸腾，怎么就读到荀子，读完了以后怎么那么让我们气馁呢？怎么读到我们这么没有志气呢？那荀子确实是一下子把先秦诸子的气全部泄完了，泄气之人呐。再看特征五，立君为上，一切都要看是否对君主有利。这个思想我可以说是近乎于邪恶的思想了。从命而立君谓之顺，听从命令而有利于君，这叫顺；从命而不利于君谓之谗。你听从君主的命令了，但是君主有的时候他自己也是错的，这样做对他有妨害，那叫什么呢？叫谗。立命而立君谓之忠，这两句话有意思啊。我们看看啊，从命而不立于君是谗，固然是不好的，但是问题是假如不立于君，我们又不从命，那又怎么样呢？那我们把它和前面一句话对照起来，就是不顺，那不顺肯定又是不成的。所以他下面讲到了立命而立君谓之忠，你违背君主的命令，但是呢你的这种做法对君主是有利的，这叫什么？叫忠。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和上一句话对照来看啊，忠啊无功啊。因为什么呢？忠啊不顺呢、啊、你虽然忠又怎么样？忠而不顺者，无功者也吗？立命而不立君谓之篡，违背君主的命令又不利于他，那就是篡。
四句话，你有没有注意到它的中心词就是两个字，立君。也就是说，在荀子的理论里面，他觉得天下所有的人，我们要有一个中心思想，我们的人生要有一个宗旨，我们的为人要有一个准则，那就是我们的所作所为就必须要有一个标准来判断，看他是否立君，是否对国君有好处，不是对你自己有没有好处，也不是看看对别人有没有好处，就看是否对国君有好处。不恤君之荣辱，不顾及国君的荣和辱，不顾及国君的好，国家的好和坏，偷和苟容，以驰路养骄。所谓的偷和苟容，就是苟且同流合污，大家在一起苟且偷安，同流合污，拿着自己的一份俸禄，私下里面交很多的一些搞很多私交，谓之国贼，是国家之贼。我们看荀子文章啊，他的文风里面有，我们从我们刚才讲的这一段你可以看得出来，他讲话也是斩钉截铁的，有没有注意到是不是这样？他的判断都很果断，他的语气都很坚决，说明什么？说明他非常自信，说明他非常自信。但是他所宣传的这些东西和先秦的其他的诸子相比，我们刚才讲已经有了很大很大的落差了。人家理直啊气壮，他理不直他也这么气壮，这也算是个本事啊！啊，我们刚才讲孟子的文章写得好，因为他有浩然之气，他说理直啊气壮，气盛啊言宜啊。我在我写的那本文学史上讲到孟子的文章的时候，我就用这两句话来评价的，叫理直啊气壮，气盛啊言宜。但是我没有想到荀子理不直啊气壮，气不振。啊，言怎么来？言说的那么好像，满盘的道理。所以我不大喜欢荀子。在先秦诸子里面，我老实讲，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荀子。以前我骂商鞅，对吧？下面我们讲到韩非子，我可能也有很多批评。但是从人格上来讲，商鞅这个人格也是很了不起的。那真的是，对吧？独断专行，那真的是，对吧？这个看准了自己的目标以后，那是百折不挠啊！哪怕前方是毁灭，他也义无反顾地走上去。这是战国中期的一种精神。但荀子显然不是这样的，所以从人格上讲啊，我是最不喜欢的就是荀子了。你看他这一段话讲的，对吧？一切都以是否对国君有利来判断。我们把他和孔子、孟子的思想做个比较。齐景公问过孔子一个问题，啊，说孔先生，这个国家的政治啊，一个理想的政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句话我在讲孔子的时候，我曾经做过分析。这句话呢，首先至少孔子认为君臣父子是平等的，所以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做得像君那个样子，臣要做得像臣那个样子，父要尽父的责任，然后子要尽子的孝道。所以孔子有一句话叫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你君主使唤臣子，你必须按礼节来；臣子侍奉国君，你必须按照忠的规则来。因为忠于你的职守，两者是平等的，至少是平等的。为什么说至少是平等的呢？因为这句话我们也可以这样翻译啊，比如君君臣臣，我刚才翻译是君要向君，臣要向臣，父要向父，子要向子。但是这一句话实际上还可以用一种翻译，因为他把君和臣、君和父摆在前面的，所以从逻辑上讲，我们也可以这样翻译：君首先要做得像君的样子，然后臣做得像臣的样子。父亲先做到抚养子女的这么个义务，然后才能够让子女尽孝道。这个思想不是我今天臆断的，孔子确实有这个思想。在孔子家语里面就有这么一段记载，孔子明确地说到了，一个国君如果要求臣子对他尽忠的话，他必须要先取得这样的资格，这个资格就是他必须先自己做得像国君那个样子。所以我们说，在孔子的这一段话里面，君君臣臣父父子至少是两者是平等平衡的，对吧？甚至呢，我们可以说子和臣地位还要高一点，这是有道理的。对什么样的人要做道德的要求呢？显然是对地位高的人。所以孔子有一句名言，我觉得全部都翻译错了，叫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现在有人说啊，君子是讲义的，小人是讲利的，这个翻译完全错了。喻就是讲道理，语就是用什么来跟他讲。那孔子的原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跟君子要讲义，跟小人要讲利。那就是如果我们要到社区里面做普通老百姓的工作，你就不要跟他讲大道理，要怎么爱国，要做个文明市民等等，对吧？你就跟他讲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我有什么项目给你，对吧？我怎么解决你经济问题，然后你给党政领导干部，这算君子了，对吧？我们老百姓都是小人嘛，你就跟我讲讲我有什么好处，我就照着这个来就对了，对吧？你跟党政领导这样的君子们，你跟他讲你们要懂大义，这是孔子的话。好了，这是孔子，对吧？然后看孟子，那就更明显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老百姓高高在上，君主怎么样在下，还差的不是一个等次，差两个等级，因为中间还有一个社稷。老百姓假如就在这个国家里面，对吧？现在只要这个三个，一个国家啊，一个人民，一个国家，一个君主，现在只能救一个。如果让孟子出手去救，孟子救谁呀？救人民。国家崩溃了没关系，有人民自然就会建立国家，然后救国家。只要有国家还怕没国君吗？对吧？谁不想当国君呢？天天美国这样的天天，对吧，争着当总统的人不知有多少。所以孟子讲的有道理，对吧？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老百姓在上，民至上。可是你看到了荀子，讨厌不讨厌啊？立君，君至上，国君是一切的核心，国君是我们所有行为的最终的目的。我们一生下来，我们这一辈子都是为了他的，我们为他肝脑涂地。我就搞不明白，我有时候就老是搞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对一个莫名其妙的国君肝脑涂地？啊，把我养大的是父母亲，又不是他。父母亲在养我们的时候，他还用苛节杂税来攀薄我们的父母亲，对吧？他也没说你的话，你两个老人家养小孩不容易，我少剥削你一点，对吧？凭什么到老子长大了以后，我们要忠于国君，要把国君放在父母的头上，对吧？如果是按照古代的话，君算什么东西啊？如果他对按照孟子的说法对我好，我就把他看成国君；如果对我不好，我就把他看成仇人。这孟子讲的，不是我讲的。如果有政治问题，请你们找孟子算账，好吧？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